愿，不知道。我这个时候并不会真正的想到，但他后悔莫及。芬芬，他建议阿豪。嘿嘿嘿嘿。老师用了，三年之计。不知道，你醒了？我刚怎么晕倒了？你感染了瘟疫，恐怕是凶多吉少。你要做好心理准备，喝口水吧。啊，我很健康的。血！这是感染病毒带来晚期，你看这血。什么？医生救救我呀，我还不想死，我还没有看完奥特曼呢。通知家人吧。真没救了吗？办法倒是有一个，小豆家族世代神医，这病肯定能治，只能去求求他了。大丈夫膝下有黄金，绝不求人。小豆同学，是我不好，我不应该歧视你，求你救救我吧，我愿为你做牛做马。是谁？冲！